接事物的第二部分分解动作，双脚打开，双手来到胸的两侧，慢慢开始落，右手右胯，左手左胯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手心向内，七、八，右面二，二，左面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退左脚，退右脚，跳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顶胯，按顶胯，手波浪，手波浪，按胸，顶胸，交叉往右转一圈，手波浪上，依然手心向内，八字画胯，八字画胯，八字画胯，手慢慢下来到嘴巴。做右上八，跳起来，一、二，左上八，双手打开，三、四，来到左边，抬右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，收两次，往左转一圈，一、